随着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开放，人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欣赏同步的国际大片的同时，中国本土电影也经受着更加严酷的市场洗礼。在重重考验之下，中国电影人迎难而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本次入选五个一工程奖的26部影片，是中国电影人努力奋进的代表之作。这26部入围影片，充分表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开掘了深刻的人文思考，达到了艺术质量的全新飞跃，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也同时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本届获奖的电影作品题材丰富多样，既有表现重大的建国建党历史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又有呈现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忠诚与背叛，既有表现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惊杀，又有艺术再现建国初期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英雄事迹的先遣连，既有表现现代中国科技强国题材的飞天、坚实出击，也有表现当下中国人时代风貌和精神品格的爱在廊桥、大太阳等等。尤其是近年来表现建党建国等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在刻画历史、重温精神的同时，更创造了全新的偶像明星路线，采取商业电影的运作方式和艺术语言，在重大历史的舞台上营造出一派青春澎湃的景象，大胆地探索了主旋律影片的全新路径，全新的路径创造出一批全新的领袖形象，同时也让广大观众领略到这些历史人物不同以往的性格细节。建国大业，我觉得是我们对领袖认识的一个又一个台阶的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西柏坡，五大领袖那场戏，哎呀，对唱国际歌，这是最好的斗争，团结起来，斗明天，因他那兄男儿就一定要实现，精彩。真的是觉得理想实现的那种畅快，马上要进京城了。我想那个时候，除了作为伟人他们那种豪情，作为人的内在的那种激情，恐怕也通过那几碗酒彻底的释放出来了。这出戏是怎么设计的？当时是淮海战役胜利了，你前面不是有场戏吗？我去给主席报，主席电报，好消息啊！嗯，捷报。哎，好消息啊！捷报，捷报！淮海战役胜利。长江以北，从此再无大战了。这场戏怎么表现？现在镜头给大家呈现的是这么唱国际歌，其实当时不是这样。当时这个我记得特清楚，韩导和黄导特兴奋，就是拍戏之前设计了一场好戏。淮海战役胜利怎么庆祝？跟以前的都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们最想做的是什么？除了喝酒，国际歌呀。只要你是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唱国际歌。对，你现在入党不是也唱国际歌吗？哦，一想说这一代人，你像周恩来同志啊，这个任弼时同志啊，朱德同志、少奇同志、毛泽东，他是一直在国内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那么这代人，他们从这个年轻的时候远洋到国外去留学，为什么？其实你想，他们是去寻找革命的真谛。对，就是一部共产党宣言使这些年轻人找到了一种信念、一种理想，有一个蓝图，给你规划了一个很美好的蓝图，就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在国际歌
这么高的一个起点上，这么美好的一个起点上，他们投身革命，但是没想到革命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如此的坎坷。我想那个时候酒后用国际歌把革命的激情作为伟人的真性情所以说都释放出来之后，所以说就觉得演的也应该非常的痛快，就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根。所以说重大题材的细节设计其实挺难的，就是你不能够就是说随意性的我想像一般人那么去理解，我想怎么的按照一般人的七情六欲你去寻找细节，那肯定是不准确的。那么他们是经过大风大浪革命几十年革命经历考验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唱国际歌肯定是最恰当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这个时候再唱国际歌，既是对先烈的缅怀，又是把心中压在这心中几十年的这种一块巨石给它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痛快淋漓的，所以说哎试一试一试，说再加上喝点酒，我们是真喝呀，当时说就是真喝酒，后来这个导演说行吗，没问题，就那种你演可以，但你演的总觉得你眼睛里有血丝吗，你脸能泛红吗，你的那种飘的状态，你演出来的和那个真的喝到一定的份儿上，一定的那个这个量上，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说话的这种节奏和的音调都不一样，所以说那就喝。你拍戏大家都知道是要走，也不一定一条过，对，是要走戏的，对，走戏就开始喝。好在你们我们还没吃饭，这几人酒量还都不错，酒量还行吧，这个但是唐国强老师这个最后因为设计是他喝高了以后，坐在一个大缸上。靠着墙，哎呀，那种甜美的笑容，我是这个喝了酒，我跟朱老总、邵琦、毕师同志，我们在那儿，哎，碰，还得继续在那碰杯，完全就是那种性情的、随意的，就像是我们这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经过四年寒窗，大家要分手了，要到新的岗位了，就那种畅饮吧，我的喝他这个三天三夜那种感觉。那这个戏拍了多少条？拍了多长时间？多少条不知道了，因为拍完这个戏以后，我怎么回的房间，怎么卸的妆，我都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妆也没了，衣服也没了，这全部是别人帮我就是给处理了，就是喝的那种状态。当时还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我还清醒的时候，正好葛优到现场了，因为第二天拍他的戏，就是那个攻打北平，后来发现王宝强说嘛，说报告团长。前面有个大院，地主大院太高，爬不过去，手榴弹也扔不过去，就第二天拍那个，他过来那个造试妆，我记得他这一看监视器，我们在那演的是走戏，他说这领袖能这么演吗？就都觉得很新鲜，就那种完全就是放开了那种，随着自己的性情。把那个刚才讲的那个规定情境啊，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压抑在心里边的这种巨石，还有这种理想信念，到一个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了，终于实现了这么多人的愿望，马上就那种把它宣泄出来。您刚才讲的细节呈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伟人他之所以伟大，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那怎么去发现伟人，同时又通过你们的艺术创造去塑造伟人？细节是决定这个片子这个成败的。为什么？太难寻找了。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就是伟人的细节，他又不是普通人，就像您刚讲的，他绝对不是普通人，因为经历造成的，是吧？那么他又是一个凡人，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说就是怎么样去寻找到一个很准确的、恰到好处的细节，让人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一说起烈烈，就会想起他那种鲜活的细节。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就觉得拍重大题材，在剧本的基础上。越重大的题材，越要去寻找它的表现，它的细节，举重若轻。对，你必须要从细节入手，来折射展示伟人的这种光芒，他的伟大。那么越是平凡的题材，你要往高的大的地方去考虑。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创作现在，反正起码现在我觉得，在创作上一个比较一个大的收获，嗯，或者说是一个规律，这样。我觉得第一次出现总理形象是大河奔流，对对，是应该是79年80年的时候，78年79年的时候，王铁铮老师演的嘛，对，那就是一个出来见一见，说一些话就过去了。对，那个年代，因为任何事情它都是，中国革命也是这样，它经过探索。我说，走了今天，我们是应该算是第三代、第四代这种领袖的扮演者。那么他们前面的这些领袖演员的这个塑造，其实也给我们留下很多经典的作品。你像这个，你像大河奔流也好，还是什么报童啊，这个三大战役啊，这个尤其是开国大典，像这些戏啊，还有电影中来，确实是留下一个屏幕上的一个经典形象，伟人的经典形象。因为他那个是一种很全方位的，高度概括的这么一种影片。对，他没有详细的深入到领袖人物的细节里面去。时代造就英雄嘛。嗯。那么他们是背负着中华民族的这种责任，巨大的责任，要在这个道路上要突破黎明前的黑暗。建立一个新中国，让中华民族复兴，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责任赋予给他们，他们又是一帮经过了优良这个训练，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这个人品道德，对各个方面他们都是精英，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人，那么他们在一起集合在一起，这股强大的力量，有这么大的历史责任，说他们那可是为什么海纳百川，为什么说他们有气场？为什么说他们是这个举重若轻？那是经过时代历史造就的。众多的历史角色，海量的明星阵容，并没有削弱创作者对于角色形象的塑造和对于观众内心的捕捉。一个个鲜明的历史人物在银幕上丰满多姿，其中蕴含着角色塑造的艺术创新，也蕴藏着对于伟大历史的时代解读。应该说宋庆龄这个角色比较以前观众认识的许晴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和变化。嗯，接受这个角色的时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的认知？首先我会觉得，哎呀，我还跟宋庆龄是有缘分，那我想这作为一个电影人的一个，我觉得是挺蛮使命感的一部电影。当时当然我会觉得胜不胜任这个前提，因为49年那个时候宋庆龄都50多岁了，我想我是不是过于年轻，不够有分量。定妆之后坐在镜子前或者说真正这样片出来之后，你发现你相信你就是了吗？那么其实我们在试妆的过程也很简单，嗯，大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多么多么，我觉得他没有让那这个砝码让人觉得好重很有压力，而是我记得王羲中老师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塑形，只是把头发梳起来，也没有剪任何的头发，也没有说怎么弄一个扩一个形啊，然后垫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淡淡的就这样。那么我穿上旗袍，大家的眼睛里面都是亮的，那我自然也会有自信。我觉得我从内心首先这样这个这么一个女性形象，那我自己呢也确实是因为跟宋庆龄这个角色有一些缘分吧，我本能的会很靠近她，所以我没有觉得陌生感。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演员塑造角色的话都会从他塑造这个人物当中发现一个自己的内心支撑。嗯，支撑你的是什么？我觉得内心力量，从小的教养，从小的这种教育背景和对于他的理解。那在这出戏建国大业四个字要体现的宋庆龄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我想她是一个温暖智慧的女性，在建国大业里面我认为她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给人以希望与力量。那么宋庆龄是一个有浪漫的情感，博爱的情怀，那最对于这么一个伟大的女性形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以她人性为出发点，她的一个亮点，她的闪光点是什么，我觉得人文关怀。演别的戏呢可能你应该是挥洒自如，因为观众看的也就是明星看许晴在这个题材当中是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可能就是你怎么演观众喜爱你，尤其是喜爱你的观众他都会认可。但是这个时候恐怕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一定让所有的观众忘记这是许晴。是的，是这样的，因为
我想形神兼备，就是那句话，你悦人眼目容易，你动人心魄难。其实你说我跟宋庆龄先生的形象有多么靠近，其实也蛮有距离的，我们并不是很像，但是我觉得是神韵内心的东西。那我想这个我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更多的是读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成长过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这次参加这个重大题材的演出啊，你觉得比较以前有什么样不同的收获？我觉得电影人的一个凝聚力，这种团结性，我觉得团队就是这份力量，我觉得不是说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团队的事情。那么这个团队让我很温暖，很有力量。曾几何时，一提到主旋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集体学习、组织观摩等等特定的词语。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上映之时，在许多城市出现了排队抢票、洛阳纸贵的壮观景象。社会效益和市场收效的统一是五个一工程一条重要的评选标准，成为当今优秀创作者自觉的创作诉求。我是觉得中国电影不缺故事，无数无数的故事。我们怎么样的其实是说，能够使你的故事在阅读的层面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兴趣，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只是精英的兴趣，因为那个消费市场不是精英的市场，消费只是喜欢不喜欢啊。你不能用那个这个是经典，这个是非经典来解释。所以我们老是错位，就这个地方老是错位，因为这个权利是在观众手里的嘛。要票房收效益，说到底是为了生产出更多贴近时代生活、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是为了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近年来，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的逐步成熟，中国电影呈现出类型化发展的趋向。战争片、灾难片、情感片、科幻片、戏曲片，众多的类型电影逐渐摸索出各自独特的创作规律，观赏性和艺术性有了长足发展。辛亥革命等影片具有大量的战争场面，如野战、水战、巷战等等，展现革命先行者们的大无畏奉献牺牲精神。唐山大地震以灾难和情感作为基本类型，表现了经历大地震之后的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弥合。飞天在科幻类型上实现了突破，首次触及航天题材，表现了中国航天员默默奉献、刻苦训练又顾全大局，共同托起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电影《铡刀下的红梅》则是戏曲类型的代表，以刘胡兰为原型，运用闪回的戏剧结构和电影的拍摄手法，展示了共产党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壮丽人生。而在众多题材类型中，人物传记片成为了本届入选影片的最大亮点。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上世纪初以来中国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先烈英模和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不同人生，摒弃了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尤其是一些表现当今模范的影片，不仅深度开掘人物奉献精神的主调，更以当今时代的语言刻画了人物真实丰满的人性，在感动人心之中传达了时代的精神。你不理解，不深入到他那个实际生活当中去啊，你老觉得这是一个口号似的，好像是个概，好像不信。深入的实际生活，走到基层的重要性就在这儿。近期我走到哪儿，我都爱带着老爷子，带着他，包括老百姓们、孩子们编的顺口溜给他，我也爱带着。短短的这么几句话哈、啊，他能够让我，因为表演嘛，这个演员这个职业主要是形象思维。想象，这个想象你得有基础啊，有实际的东西啊。你看看短短的几句话，就把老爷子这个人物形象
轮廓勾出来了，思想包括境界就勾出来了。家乡有个小石匠参加土改入了党，头戴朱叶帽，身穿百姓装，穿着草鞋干革命，创建了滇西大粮仓，就包山啊，一身泥一身汗，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个种田郎。这是他在职的时候，当官的时候，当宝山书记的时候，当县长的时候，那个年代编的顺口溜，又给他念了88年退的休。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这是他退进山那个时候编的这个。照他属牛，他上了山20多年，牛年吧，他去的是84岁，他属牛，老牛拉车不回头哎。后头上了山以后，见了效果了，树也长大了，当地的农民都有了一些收益了，一个果子能够卖卖钱，路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出来卖东西，这个电包括水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老百姓们又给他编了一个顺口溜，还是那个小石匠，爱叫他小石匠，他小时候是个石匠，最小是个小石匠出身，大家念说他是个小石匠亲切。家乡有个小石匠，当官退休福不祥，种树20年，荒山披绿装，造福子孙千万代，为民服务永不忘，活到老干到老，富翁他不当，当什么？当个共产党。许多创作者说，刻画当今时代的楷模人物并不容易，他们就在人们身边，最贴近今天的时代和生活。如何做到传神，又如何达到真实和感人，创作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本届入选电影《郭明义》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深刻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坚定的人生信仰，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新世纪雷锋形象。郭明义师傅的事迹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侯勇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会有内心的顾虑吗？我像吗？我行吗？可能从方方面面，包括从去塑造这个角色的难度上来讲，可能都很困难。而作为演员，我算够朴实的吧，但是在他面前一站还是距离比较远。一开始也试图拒绝过，但是后来我的家人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真诚。他说郭明义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我们叫他当代雷锋，既然找到你了，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演员应该不可能去推掉他，我觉得他像一个活菩萨一样。郭师傅作为一个当代雷锋，时代好人，都做出了那么多的好事了，真正进入的时候难吗？我们在创作中啊，这个也遇到一些坎儿，这个可能编导上更找不到出路。你比如说这个，他实际他扮演着一个父亲的形象，那么你把家里电视孩子的电视送人，就是其实包括网友啊，包括在社会上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也是很有道理，就是你怎么来回答女儿这个疑问。这个编剧也写了这样的台词，就是女儿问他，那么我是你的女儿，就难道社会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都比我更重要，是吧？因为就一个电视，你给了他，他就家里就没有。像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这个电影我怎么来回答，我怎么拍给观众看，因为观众也会提问。对，因为观众也可以选择认同你，他们也可以选择不认同你，因为你郭明义这个价值模式可能很多做父亲的人是不一定认同的，你不会向他学，
那么我就把这些真实的就反馈的意见跟郭师傅来反映，我说我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个回答，你是怎么想的。要作为一个电影给观众说这句台词的时候，至少是真实的，就是你得让人觉得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语言。所以呢，为了这场戏，侯勇扮演的郭明义到车站去送女儿到南京上学，这个电影是这么设计。就由于这个台词始终啊我们觉得不满意，这个戏就一直没拍成，一直全片都拍完了。原来的词是什么样的词呢？原来就是类似的词儿，比如说我心里想着群众，我心里惦念着这些受苦的人，我心里惦念着他们，什么我是一个党员，什么党员心中有群众，就这些词都对，它概念了，对，都对。但是你在宣传这个模式里可以这么说，但是在一个女儿再这么说的话，缺少他跟他女儿这么说话，那就有点太，就是挺不，我就觉得不会让人接受。编剧也很苦恼，我给高满堂发过好多次短信，我就逼着他写，我说这场戏现在拍不了，这个台词大家都不认可，侯勇也不认可。后来我就找郭明义，郭明义也这个他也很朴实，他非常朴实，他有时候，但他说的那些话，我说你说的这个观点啊，可能我们还得提炼，这里面也还得提炼。就那天有高满堂、侯勇、我还有他们的郭密的矿里的这个同事啊什么的一块吃饭，我们就逼他，就真的给他逼急了，给他逼急了。实际我们就要跟他要这个答案啊，我说你不是个好父亲，我说你这样的话，这电影将来观众可能有不同的评论啊，不同的评论，因为你这个价值模式不是一个别人都能模仿的，它只代表一个好人，只代表一个鞍钢的一个党员，基层的一个工人。我说我挺痛苦，我们在创作这个戏，到包括我呀，至少在我心里，我就觉得特别痛苦。是，那最后这个逼出了什么样真实的话语，又转化为生动的台词了？其实我们电影也就是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正能量。没办法，我拿了一个录音笔，把我的所有台词让当地人一句一句给我录。包括徐守立，他们都是他徐守立在做面条，就是精面，就是跟真的似的。那最后这个逼出来什么样真实的话语，又转化为生动的台词了？当时我记得这句台词，满堂老师传过来是好像是这么个意思。他女儿就问，就是在送他上大学的送他上车站上，他就问他女儿问，就说难道就是说我是你女儿，你帮了那么多人，把我们家电视送给别人了，然后你就没想过我是你女儿吗？把东西送给别人。其实当时郭明义那句话是。讲的是这么说，就是说，是你是我的亲人，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些那些日子过得不如咱们家的人。你为什么总能找到比我们更困难的？就是我看到那些人呢，觉得我心里就是挺不得劲儿的。就是咱们现在生活过得比那些人好，咱为什么眼睛里不能去看到他们呢？爸，只要心里有，就能看得见，闺女。爸爸送你一句话，咱们总不能在别人的困难。我觉得郭明义说这个话，后来这句话，我觉得一下子找到了，就是找到了郭明义能跟他女儿交流的这个话的这么一个我们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标准。其实我们在整个在创作过程当中啊，我们整个是把郭明义从神坛上先推下来。推到那些家长里短，推到那些事无巨细的一些小事儿上，就用一些小事儿把这个人物一点一点堆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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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到最后，大家通过这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去看一下郭明义他的那种心路历程。其实这个过程说简单挺简单的，要说做好挺难的。这是最难的了，因为艺术作品最根本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对，也许情节故事都可以是虚假的，但是你创作它的情感，这种内在逻辑一定要真实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对，有一次我们跟满堂老师还有国庆导演一起到郭明义家里，在他厨房里带我们去参观嘛，说今天说他老伴儿，他老管他媳妇叫老伴儿，其实年龄也不大哈。东北这习惯，对，结婚几年就老伴儿了。老伴儿，看看家里做那个饭很简单，炒一个菜，做个面条，电磁炉。
厨房里特别简单。然后呢，满堂老师当时看了一个，那就是那个自来水。嗯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滴水穿石，感天动地”。我觉得编剧他有时候把一个事情啊，他给他凝练了。他把顾明义这么多年来的很多事情啊，他给凝练成这么八个字，常年做着一件事，就像滴水一样，天天不停的滴，但是日久天长以后，他可能把石头都能给滴穿了。哎呀，这句话当时对我的触动是蛮大的。就你就一件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往那堆，往那堆，往那堆，就是很简单，很简单。这个我觉得是主旋律电影啊，主旋律作品创作的一个法宝，就是要还原人物。一个阴谋人物他的作为人的真实依据创作之后，你们真的能让观众也相信也被感动吗？有，我是接到过好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以后觉得挺感动的，出来以后他会被很多一些细节所打动，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我觉得可能现在的社会里面的人呢，可能大家可能忙着去忙于生计，去挣钱养家糊口，但可能每个人的内心底层都还有另外一个我，那个真善美的那个我。哎，可能那一瞬间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把那个我给唤醒了，哪怕那一瞬间，哪怕那一个多小时，哪怕从影院出来以后那一会儿，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是，我们现在生活呢，首先节奏很快，当然我们的困惑纠结的也很多，的确这是人性内在本性决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在心灵最深处有温暖和柔软的地方，或者东西，就是主旋律电影啊，是正好引发我们内在那个柔软和温暖的地方共鸣一下，这也是这个时代不可缺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世界还真是有坚持着好的东西的人和我们可以共鸣的好的共通的地方？主旋律电影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这是使命。其实我们的电影也就是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正能量。我们生活中呢，现在已经丢失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受的这种教育很深很深。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话题还挺好，就是郭明义他是用他一点点的光亮啊，非常普通，他就是在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他每天都做，每天汇一点钱，每天汇的钱不多，有的时候就是20块钱、50块钱，并没有那么多钱，就在他楼下的那个小邮局里，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到北京开会，一个出租车司机嘛，他讲了嘛。就是看过这个电影，开始不知道是他郭明义在坐在出租车上，他接了一个电话，他到全总这边也干嘛，住在那个招待所，他一听电话那个，哟，这是郭师傅，这是郭师傅，嗯，他说这个把他送到了以后，我不要钱，一分钱不要，而且我能拉你是我的荣幸，这个一个很质朴的北京的出租司机，这是郭师傅讲的，这个电影其实就在传播了。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光亮，传播了正能量，是吧？其实一个普通的司机，这就是这个电影的作用。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人能够带给别人温暖，哪怕一点点，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光亮。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么对待你？对，无论是郭明义还是陈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第一书记》啊，他之所以能够入选我们五个一工程奖。我们应该看出我们时代倡导的一种价值趋向和价值标准，这个时代我们要有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要有发展，有困惑，有矛盾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我们主导的东西，那让我们就永远怀着一个平常心，但是饱含着激情去创作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作品。本届五个一工程奖入选的另一部传记电影《第一书记》，取材于因公殉职的模范小岗村书记沈浩。很多熟悉沈浩的人说，主演杨立新把这位第一书记演活了。对每一个塑造阴谋人物的演员啊，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我发现了什么，我说的话我自己信不信，我演出来之后观众信不信，有这么一个问题。首先得在自己内心建立这个自信，
那么自信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你对人物的了解。对，沈浩不在了，对吧？就跟他身边的人接触，他的妻子，他一起工作，他们的这个妇女主任韩巧兰，还有他们那个小赵，还有其他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党员干部，聊了三天，到每一个角落去聊，那么甚至于我说我想了解一点他的缺点，了解一些我们大家觉得是负面的啊，你比如说现在村里边还对他有着一些对立面的一些人的说法，那肯定有，人不可能没有不同的说法。对啊，因为他在村里边做了很多事，做的事呢就要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对，你为了大多数也有极个别的利益嘛。对，所以这些人我也要聊。好，那么他的生活细节，他的生活习惯，开始觉得是个任务，逐渐你走进沈浩之后，你会就被他感染了。你觉得塑造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像其他艺术形象那样能够把自己融进去。天准备拍戏了，然后全摄制组一起到这个沈浩的这个墓前面我和陈国兴导演，我们两个人分别献了我们自己的花圈。我当时在墓前面对着沈浩的墓讲了几句话，我自己也很感动。我说我们是来拍第一书记电影的，与其说我们是来拍电影的，我们不如说我们是来向你学习的。你的事迹感动了全中国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感动了我。我说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一把，把你的形象塑造好，以发扬共产党员的这种大无畏的奉献的精神，用这个电影把你的这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天全体在场的人都很感动，也特别希望能够借一点沈浩的精神来鼓我们，让他助我们这个摄制组能够把这个片子拍得更好。这个不仅是精神上要贴近，要细节上要去表现，这样让人物丰满，而且好像还得通过语言上更接近，还要倒口是吧？对，原来当初说的是这个小港的凤阳话，拍的时候我听说导演说要求你说凤阳话吧，后来呈现的是普通话了。对，呈现普通话。那么没办法，我拿了一个录音笔，把我的所有台词让当地人一句一句给我录了，然后在耳边磨，用这个凤阳话来磨。但是我相信可能用了那个语言之后就会离这个人更近一点。更近，甚至于他们有人说如果你的嗓子再多抽一点，烟抽哑一点，你的声音都像沈浩的。但是整个走进一个楷模人物的创作过程啊，估计也是自己内心喜态的一个过程，观众给你及时的反应，你有一种精神的愉悦。这么费尽心思的去塑造一个英模人物之后，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戏拍完了之后我更忐忑。我们在北京是7月1号搞的首映，然后在安徽正式首映应该是7月8号。那天我们在安徽的合肥大剧院，然后我们在合肥参加了活动之后就往小港赶，赶到那儿他们刚刚换完。我的心就一直滴落着，虽然你说的那个愉悦感跟别的拍别的电影的那种愉悦感是不一样的。对呀，我特别忐忑。然后进了村我就问他们的书记，我说大家看了怎么样？他拉着我的手就半天没松开，他说这个片子放完之后，我们那放映厅不大，里边有30-40人，放完之后3分钟没声音，然后他回头一看，大家一脸眼泪，说沈书记又回来了。我那心哗一下就松下来了，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本届获奖影片还有一大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文化内涵的较大提升。
秋之白桦，岁岁清明，北川重生，大太阳等影片将人文情怀的气质、传统文化的诗意、地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精神的力量融入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年代故事中，在充沛的美感中带给观众绵长的享受和感悟。我在拍起来这些现实生活当中让你感动的这些人和事儿，你是那么得心应手，你是那么看得见摸得着，那么摸得着，你是那么踏实，你是那么，你不会矫情，你也不会胡编乱造，是生活，是你看得见摸得着让你感悟到的生活。现实题材的《爱在廊桥》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北麓系和廊桥文化为原型拍摄，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几位北麓戏剧团演员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坚守。影片将东方文明中的情谊与信仰、戏剧与人生充分融于闽东山间的民俗生活中。片中用空镜多次出现的廊桥成为了它标志性的视觉符号和文化标志。为了这一份廊桥的美，为了这一份远方的文化遗产，创作者在鲜活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扎实的脚印。有美的景色，有这么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剧载体，还有一个让你感动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哎，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真正进入的时候难吗？就我们这些演员全部是先下生活，就跟那时候拍戏似的。那你太不容易了，他们哪有档期，对，哪有工他们就都来了。对对，包括徐守立，他们都能去。他徐守立在做面条啊，就那个揪面，揪面人说这都跟真的似的，就好像他就是做过这个，他学了有半个多月。最后人家那卖面条的人不揪了，他一个人在揪。我是比较喜欢，你是要要求演员，要求演员下生活，要体验多长时间？要一半个多月，要二十天吧。我们不拍戏的时候，基本都下生活，真正而且要练。他有做喜饼这样一个传统民族文化，但是他把戏中做得很好看、很美、很有仪式感。他也不是接触当时的一种那个历史那个背景，更重要是揭示人物的内心。那很多民俗，我看到了乡亲们的那种质朴的内心的一种喜悦，由衷的一种喜悦，感觉我们生活、我们时代给他们生活带来了温暖。我那个时候非常想嫁给你。总盼着有一天有人来替你说媒。女人最要紧的还是要嫁给对自己好的男人。吊脚楼没那么可怕，长田父亲坐了一辈子。我们在老乡家，那老太太把那鸡蛋给我们炒菜，每天为我们做饭。我觉得就感受了一种民俗民风，在创作艺术片的同时，我觉得享受了一种美好的生活。作为过去的体验性演员，他一定要体验，这是必须的创作阶段和过程。你像徐守立我们女主角嘛，那是也是做过影后的，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还有一个台湾的演员，一个香港的演员。那台湾的那个吴兴国他是唱戏的，所以为什么我找徐守立来，他们都是唱戏的，原来唱过戏，所以那个质感非常重要。对，然后这个孙老师，像他们第一没有一个人有助理，所有的人全自己吭哧吭哧的背着包啊，拿着东西。那个是闽东山区啊，这山区不方便的。对呀、然后估计也不会有五星酒店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招待所。我们全在一个招待所里边，然后天天就是那样生活呀、啊，练呀、啊，就像一家人一样。
然后有什么想法，我觉得特别享受，享受这种创作。其实我说能够被大家承认，真的是跟这些演员的创作一点都分不开。这几天呢，我们来做这个系列，我们跟不同的获奖者啊在聊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嗯哼，无论是你是作家，还是影视工作者，甚至是歌唱家，他更多的是把它当成我实现我理想和抱负的一种阶段、过程和桥梁，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至于社会怎么评价呀、经济利益怎么核算呢这些东西。那这个时代呢，是既要有理想，同时也要有为实现理想成功必须具备的方法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只能是去默默的去做，你把一部作品拍得好看，拍到人家看了以后会觉得是一种享受或者感动，因为你进得了院线，进不了院线，有没有观众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事儿，因为现在市场确实是这样的。然后真的文化快速流失，中国文化，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你不去有一批人才去坚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创作人员的一种责任。然后今天我这种重庆五个一这个工程奖的，就是说我他不仅仅是照顾了你的什么你先进典型啊，你重大呀，你所有的，但是同时他认可你这样的一部艺术片，这种主流电影，就是你要追求的一种主流方向的一种东西。他确认和树立的是一个文化价值导向。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近年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质量稳步提升，产业层面更是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电影的评选，是对近三年来国产影片在创作和生产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肯定，更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集中展示。在五个一工程这样的国家级奖项的巨大推动下，中国电影必将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无比广阔的未来。明天同一时间，文化视点将与您分享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戏曲作品的成就与艺术特色，敬请期待。